白金侠 Platinum。 英文是对吗？英语是念 Platinum。 林老，你又在纠正我的英语。台北店我们完全没有推动的状态，结果他他什么时候装修？你啊，暑假装修，超屌吧？一个月营业额是400-500万，那两个月不就1000万又去了。大家知道有露西派的地方就有出事。水纯纯得到了我们的优良品质的白金奖。白金奖，英文是对吗？英语是念 platinum。 林老，你又在纠正我的英语。Who cares？ 还是 S？ Who cares？ 第一代他是研发者，我是念男儿童，已经觉得学校还不错了。男儿童不错啊。对，但是阿公是念男一中。哎呦，那个年代到了你才念中正高中。中正高中比较普通。对，没有，我们家等于是一代不如一代。真的是不要再出事了。对，好吧。露西派有一个新的行当，除了是老唐牛肉面，他即将在我们这个后面，他会开了一个台北市最大的脱口秀的表演场，加油！一定要当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。你看到阿公阿嬷就知道我们的家教是怎么样。我们家也不可以有刺青，每次有几个有刺青的，因为他们是黑社会老大。但爸爸的好朋友，我最好的兄弟啊，像亲兄弟一样的，都是台湾的黑社会老大。哇，那不要太亲比较好。你管我。现在老唐牛肉面生意怎么样？每天要排队。刚在家里。Family Day， 我们家里的餐桌上才刚被我骂完。每一次 Family Day 都要被宪哥盯一下。我说很简单嘛，台中店我交给你多久时间？竟然有人跟我讲说年底才要开幕啊？没有开幕嘞，我没有说台中，台中还没有开幕，还没啊，一个月内你把我开出来。为什么会卡在？谢谢你们帮我问。跑台南，分身乏术嘛。还要同时跑台中，所以我后来是有委托一个台中的朋友。你那么辛苦，你跑台北，你还跑台中，没有跟大家解释吗？请问你没有领薪水吗？有领，所以我就请这个代办，现在都是在报价，不是代办的意思。找代办，我再跟大家讲，宪哥最讨厌听到就是代办这件事，这不能做嘞。他只是有一个人，他帮我带厂商进去丈量。我现在怀疑我将来百年身后，你也是找人代办。台北店我们完全没有推动的状态，是故意的，因为在现在在装修嘛。为什么？因为要配合他的时间嘛。你如果五穷六绝，你关起来装修才对啊。一个月营业额是400-500万，那两个月不就1000万又去了？结果他他什么时候装休？你啊，暑假装休，超屌吧？气到哦！刚我说为什么店关起来？他说现在在装休，然后里面要做脱口秀，这是吃牛肉面看表演。是，你会上去讲吗？我当然努力尝试看看啊，要写写看段子。你可以脱口秀啊。OK， 好，欢迎光临。